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浪哥。那么今天这一个是一个特别的影片，我是想要来感谢我的观众们的。那么这个影片我是用手机拍的，所以可能清晰度不是那么好，希望你们多多原谅。那么关于做这个感谢的影片呢，其实我是打算可能在更多的订阅数、更多的观看数的时候才来做的。不过后来我想了一想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一天。总而言之，回到正题，首先第一个我想感谢一位特别的观众的，我会把你的名字放在这里，你的评论的名字 OK。 那么我在一年前我是停止更新了这个频道了嘛，可能一些老观众可能知道啦，我停止更新了一年。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放弃了这个频道了，因为就是觉得可能再怎么做下去都不会有机会吧，就觉得很难啦。说实话，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一位人士的评论我才回来的。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夸张，哇，那个是一个评论罢了嘞，不要那么夸张好吗？对我来说的确是那么夸张了，讲实话，就是因为这一个评论我才回来的，就是回来重新继续的制作影片，让我很感动了 OK， 真的让我很感动。当时我已经放弃了这个频道都一年了，我没有想到还会有人来评论，我停止更新了那么久都还有人来评论说希望我回来的。这么简单的一个评论就给到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啊！说实话当时都有一点想哭啊，是讲真的。那之后我就回来了，就决定再努力一把啦，继续的制作影片，可能不要放弃，总有一天会看到好的改变。当然我知道很清楚，像我这一类型的频道呢是多到数不完的 OK， 像我这一种玩恐怖游戏的游戏频道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会选择来观看我啦，因为你们有很多的选择，这个我很明白。你们可以去看那些啊，我不要说名字啊，有很多的 YouTube 频道都玩恐怖游戏的嘛，多到数不完。我很感谢你们选择来看我啦，真心感谢你们。那么第二位我想特别感谢的观众呢，就是你的，我会把你的评论放在这边 OK。 我不懂你是来自哪里的观众，这不重要，对我来说我只是想说谢谢你，真的，你总是来评论我的影片给我支持。我现在目前最大的动力就是评论还有点赞数，当然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观看数，不过没有观看数嘛，唯一的动力就是观众们的评论啦，就好像你们评论说啊加油啊，啊喜欢看你影片啊，这一类型的评论就会给到我动力了。曾经这一位人士呢，这一位观众呢，他有在评论那边说过希望我每天都更新，保持每天更新，这也是给到我动力啦，因为至少有人让我知道哦，原来是有人希望我每天更新的，就有人这样子评论哦，至少我知道真的有人希望我每天更新，就会有那个动力啦。当然我也会尽我所能的每天更新啦，除非是真的家里有什么事或者实在是没有时间了，就没有办法更新一天两天这样啦，尽可能我都会保持啦。第三个我要特别感谢的观众呢，就是你，就是你了。那么你也是经常来评论我的影片，来支持我，为我加油。我特别要感谢你的呢，就是啊，当时是因为你的评论，你写了让我知道哦，原来有
自动识别字幕这一个东西的，我当初是不知道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在以前我的影片没有上字幕，就是我手打字幕花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太长了。我发现就是我一个影片在家自己手打字幕啦，就是要变成要花3天4天以上才能更新到一个影片的，因为上字幕花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。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观众他评论告诉我，原来有自动识别字幕这个东西的，后来我就开始学用了，我觉得蛮好的。然后现在我就是我所有的影片带字幕的呢，我都是去修改罢了，这就让我更新影片更加的轻松了，我是讲实话的。所以啊，真的非常谢谢你告诉我用这一个自动识别字幕啦，非常的谢谢。那么还有最后一位观众呢，我也是要特别感谢的，就是你了，你也是总是来支持我的，总是来给我打气啦，我觉得啦，至少啦，非常的谢谢你啦，非常的谢谢。好的，那么如果我没有特别感谢到的观众呢，也希望你们不要生气，我也是非常的感谢你们的，就是你们会选择来看我的影片就已经是让我非常的感激了。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嘛，有很多同类型的频道，可是如果你选择看我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全部人。那么最后让我介绍一下我特别的宠物给大家看一下，所以这就是我的宠物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对，它的名字叫做小黄。为什么拍到不清楚了呢？你不要小尿哦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抓住它，它会小尿的，这就是我的宠物了。它有点害羞，它把它自己的头梳起来了。可是你们可以看到它会动的，我每天把它喂到饱饱的。那么这个影片就到这了，来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好吗？你不要动哦。那么谢谢你们观看这个影片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。哎呀，我想给你们看，来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。哎，说话喂，你可以说话吗？哎，你又小尿了是吗 ？Oh my god！ 好了，那么大家拜拜。